今年台南的跨年无同款，市政府举办2020台南跨年府城搬戏，无开大钱办烟火，以全湾本土台湾味文化过年。我们知道，往年许多地方跨年都是要一大堆烟火，都是要一大堆这个演唱会的方式，但是今年台南的跨年回复到我们以本土味取代烟消味。用艺术跨年，而不是用烟火跨年，这个又叫好又叫座，既看热闹也看门道的方式，来尝试新的形式的跨年活动。那让我们一起啊，在跨年的时候来到台南，当然也会倒数，但是不是啊用这种鞭炮的方式倒数，也不是用烟火的方式倒数，更不是综艺大咖的倒数，而是具有本土意味的倒数。希望大家一起来台南跨年。31号下晡4点开始，府城搬戏由亲子做伙创作的艺术活动开始，并且结合在地店家斗阵举办。暗时就是台南的表演团体接力演出，就伫台南美术馆二馆头前，为你当时啊到暗时，5万市民小姐来看戏、搬戏，各有生活市集，创造台南特别的跨年传统。